还在写作业呢。啊。哎呀，这字写的真漂亮。哎，对了，安子，你妈上你外婆家之前走的时候，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呀，或者是东西啊？留了呀，话嘛，她说让我看着你，晚上不能让你出门。啊，她不能不出门，外边那么黑，我也害怕。那东西呢？给我留了500块钱。啊。行，那你写完了开始吃饭哈。饭做好了？啊，做好了呀。今天吃的什么？今天是烧茶六馍，然后还点咸菜。没了。没了呀。别笑。那你妈走的时候也没给我留生活费呀？那你也不能让我和我姐天天吃咸菜吧？那你们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鸡腿，我姐喜欢吃虾。鸡腿，行。那我明天那什么，我去借点钱啊，然后给你们买。你别笑。借什么呀？我这有。鸡腿多少钱？鸡腿，咱们三个人得六个鸡腿，对吧？一个鸡腿15块钱吧，差不多给100了。虾呢？虾就更贵了，虾的话，要算的话没法算，差不多吧，一共加起来得300块钱，差不多。就能刚刚够。那、啊，不能，我不能要你钱。拿着。那你妈知道了，你妈也跟我吵架。哎呦，告诉我妈。告诉你妈。啊，拿着吧。你真不告诉她吗？啊。那你真不告诉她啊？啊。行，那我明天给你买鸡腿啊。嗯。写完下去吃饭哈。字真漂亮。好看。紧急集合！现在照拍家庭会议。立正，稍息，我说一二。你妈不在家这几天，由我来主持家庭会议。我妈不在家，你来主持会议。啊！我看你想蒙圈篡位吧。大胆，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我是用我妈口谕。口谕？什么口谕？朝我妈口谕，一，合着关，答到，到。我不在家这几天，合着关负责家里的衣食住行，吃喝拉撒，把家里的卫生给我搞干净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二，懂事，到。出去洗完以后，帮爸爸洗洗衣服，看看家务，帮弟弟辅导作业。听到吗？听到了。如果有人不听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明白了吗？这也是我妈认出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明白了。大点声。明白了。